阿嬤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绣衣服。万字的意思啊，就是大小事都好处理，街头巷尾都夸奖啊。哎，那里有猫咪耶，我们一起去抓它。它跑掉了。都回家了，都回家了。吼吼吼！我来公告，这就是日本时代发生的代志。某一幕可以加一点台词之类，比方说你现在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路，那可能狗狗心里面有 OS， 它在疑惑什么，或者是它想要讲什么话，或者是其中一幕有谁要讲的什么话，可以把它写下去，好，写在底下。但是如果说这里不止一个人，你就帮他编号，才知道某个人讲了什么话。只有动作吗？有台词吗？哦，香肠摊嘞，哦，这太好吃了。所以你就可以设计某个人说，哦，怎么有香肠的味道？然后就走过来，然后就看到这人，哦，那家胖啊呢？好，就可以帮他加一下台词。你可以台词写在底下，那假设说这里很多人，哪一个人讲话你就帮他编号，比方说这是 A 就说，哦，那你叫你胖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哪一个人要讲这句台词。再练，然后呢？后续呢？有吗？后续就没有。你们这一组是要有 ending 的哦。